乐器，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唱和的一员，所以今天以唱和加上乐手身份出席今日的唱和嘉年华。身份来欢迎各位的一个莅临，同时我在这里感谢我们的劳动部特别选择中和百货来当我这次的活动的一个场所。唱和嘉年华启动仪式开始，我们掌声的果然都好厉害呀！现场嘉宾跟着一起动起来，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副组长。今天以唱和加上乐手身份出席今日的唱和嘉年华。